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去逛博物馆。在亚特兰大西北40英里的地方，有个叫 Cartersville 的城镇。Cartersville 虽然不大，却有 Booth Western Art Museum、Tyler Science Museum、可口可乐广告墙等众多打卡点，是周末短途游不错的目的地。这是可口可乐在美国户外的第一面广告墙。这面户外广告墙所在的位置有个铁道从城里穿过，没有火车的时候很适合文艺青年街拍。附近还有很多当地特色小店、餐厅，可以随便吃吃逛逛。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西部牛仔的雕塑了吗？这边是美国乔治亚州挺有名的一个艺术博物馆，叫做 Booth Museum。这边有很多关于美国西部文化的作品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Booth Museum 是美国东南区域唯一一个专注于展示西部文化的博物馆，隶属于 Smithsonian Institution。这家博物馆在2009年底完成扩建，成为佐治亚州第二大博物馆。这里的展品包括现代画作、雕塑、电影海报、总统画像和信件等等。从 Booth Museum 出来往北开十来分钟，就是 Tyler Science Museum。 这家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也隶属于 Smithsonian Institution。 除了常年展之外，Bentley 天文馆和观星台还常常有特展和活动，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不要错过，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自然和科学的力量哦。